像梅花的年年里，看到了梅兰就想到你。詹姆斯·汉密尔顿在莫伊尔案中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然后他突然离开了圣克洛伊岛，并且抛弃了他的家人。他为什么就这样突然消失了呢？是因为雷切尔所遭受的重伤与诽谤破坏了他们之间的感情，还是因为拉维恩玩弄了一些手段，让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的气氛？这些假设似乎并不能解释詹姆斯消失的原因，因为从此之后，他的名字再也没有出现在圣克洛伊岛的纳税人名册上。这说明他显然明白自己永远只是这里的一个过客。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他父亲的离家出走给出了一个合情合理，同时也是十分宽容的解释。他再也没有能力养活这个家了，因为此时12岁的小詹姆斯和10岁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已经到了可以帮助母亲干活的年龄。詹姆斯·汉密尔顿可能会觉得，即便自己甩手不干，不再承担做父亲的责任，也不会受到过多良心上的谴责了。当汉密尔顿在30年后给一位远在苏格兰的亲戚写信提到这件事的时候，他更多的是伤心而不是怨恨。无疑，你知道我父亲的事业很早就完全毁掉了，这让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过得非常不如意。正是这种境遇使得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便和我们分开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似乎从来没有对他的这个一生都在加勒比浪荡的流浪汉父亲恶言相向，尽管这位父亲被热带懒散的习气和贫困彻底毁掉了。虽然汉密尔顿父子从未完全失去联系，但是心灵上与空间上的双重疏远拆散了他们。像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有一个可能的原因使得詹姆斯·汉密尔顿觉得自己并不像一个父亲，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样也没有做儿子的感觉。作为一个曾带着耻辱逃离圣克洛伊岛的女人，雷切尔在重新回到这个伤心之地的时候却显得很愉快。当她在克里斯蒂安·斯特德的街头散步的时候，她总会身着红色或白色的裙子，头戴一顶黑丝太阳帽来遮住她的面庞。这个俊俏而自信的女人看起来迫切地希望能够为自己辩白，让所有的批评者都闭嘴。在这个岛上，她成功地代替詹姆斯担当起了养家糊口的责任。在1765年8月1日，她那个有钱的姐夫詹姆斯莱顿便为她买了6把带着皮垫的胡桃木椅子，并且还答应替他付房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后来承认，莱顿的馈赠是他们家不可或缺的生活来源。按照他的说法，他父亲的离家出走让他们家被迫依靠母亲的那些亲戚的慷慨过活。好在那个时候有几位亲戚还算富裕。
雷切尔本来是盘算着在圣克洛伊岛生活能够得到姐姐家的帮助才搬到这里来的，没想到随后莱顿一家接二连三地遭遇到各种麻烦，以至于他的愿望彻底落空了。作为一户富有的种植园主家庭，莱顿家在他们的庄园里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他们有一栋用石头建成的、装饰着锃亮的木地板、精致的百叶窗帘和奢华的吊灯带着阁楼的豪宅，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像当时其他的甘蔗种植园一样，莱顿家的种植园也是一个微缩了的世界。这里有奴隶住区，有蔗糖工厂，还有提炼糖浆和红糖的沸腾室。然而莱顿家的孩子却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周围的其他人一样，一个接一个的如同被诅咒般遇到了各式各样的麻烦。在雷切尔来到圣克洛伊岛的几年前，莱顿家的二儿子小詹姆斯·莱顿和一个叫罗伯特·霍勒迪的人合伙做生意，这次商业投机输得一败涂地，以致在1764年夏天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破了产的小詹姆斯·莱顿带着他的妻子连同22个被他偷出来的奴隶爬上了一条船，逃往了克罗莱纳。而那个反应迟钝的霍勒迪却被逮了起来，在牢里蹲了将近2年。在这桩丑闻的打击下，莱顿夫妇卖掉了庄园，于1765年年底搬回了尼维斯岛。而偏偏就在几个月前，雷切尔却带着他的2个儿子从尼维斯岛搬到了圣克罗伊斯。在这之后不到1年，雷切尔的姐姐安·莱顿就去世了，于是雷切尔变成了福赛特家唯一一个还活着的人。雷切尔住在公司街34号一栋2层的房子里，这座房子紧挨着圣公会的教堂和学校，就像当时典型的城镇居民一样。雷切尔带着他的2个儿子住在楼上，而把1楼改成了一间专向各种植园出售诸如咸鱼、牛肉、猪肉、苹果、黄油、大米和面粉之类食物的小卖部。在那个时代还很少有妇女，尤其是像36岁的雷切尔这样迷人而依旧相当年轻的女人经营商店。一个曾经到过圣克洛伊岛的旅行者提到，在这里白人妇女的工作就是喝喝茶、品品咖啡、吃吃饭、串串门、打打扑克，能做做针线活就已经很难得了。在自家后院的园子里，雷切尔还养了一头山羊，或许汉密尔顿兄弟就是喝这头山羊的奶长大的。雷切尔的商店会从他房东那里进一些货，其余都是从2个年轻的纽约商人，大卫·比克曼和尼古拉斯·克鲁格那里买到的。尼古拉斯刚刚开了一家商行，正是这家商行在后来让汉密尔顿走出了自闭而不安的童年。圣克洛伊岛和尼维斯岛一样，是一个完全建立在奴隶劳动之上的岛屿。一份当时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圣克洛伊岛每12个黑人养活1个白人。毫无疑问，奴隶是这里每一个公民的衣食与财富之源。当地随后的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公司街共有59栋房子，住着187个白人、
以及427个挤在令人窒息的小房子里的黑人奴隶。由于雷切尔家周围住着许多被释放的奴隶和黑白混血人，汉密尔顿从小便生活在一个多种族杂居的环境中。由于母亲已经去世，雷切尔得以继承了他留下来的五个成年女奴，这样他就可以通过出租这些女奴来补贴一些家用。这些奴隶又生了四个小孩，雷切尔将他们中的两个分别分配给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小詹姆斯·汉密尔顿。照顾亚历山大的那个孩子名叫阿贾克斯，由于这层关系，汉密尔顿得以从小就认识了奴隶身上的人性，而这给汉密尔顿的思想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后来他变成了美国国父中比较早地认识到奴隶制的丑恶而坚定地主张废奴的人之一。圣克洛伊岛到处都是别致的圆锥形磨坊，这些磨坊由风力或骡子驱动，一束束甘蔗在巨大的磨盘下被碾得粉碎。在收获的季节，岛上各处沸腾式的炉火发出的微弱光亮一盏一盏地点缀着全岛，翠绿色的山丘覆盖着环绕克里斯蒂安斯特德的海岸线，其间经常会有一些豁口，通常便是一个个隐蔽的港湾或山坳。描绘这里的图片通常只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主题，一次高明的对要塞和堆满了大量等待出口的蔗糖的码头的武装突袭行动，或者是以头顶大堆货物的女奴为主角的祥和景象。尽管家政奴隶通常都穿着衬衫与裙子，但是数百名黑奴赤身裸体的在冒着热气的甘蔗林里辛苦劳作的场景也并不少见。到了晚上，克里斯蒂安斯特德这个被丹麦当局精心规划成网状布局的美丽的白色城镇，处处都是人声鼎沸的喧闹的酒馆和妓院，充斥着来自各国的叛党、海员和逃犯。黑人和白人之间在这里肆无忌惮地胡乱发生性行为，以至于当地教堂的登记簿上随处都可以看到那些黑白混血的私生子。
共产党。